同学，请看同生众摄普菩萨寄送第七首，看起。如来妄劫在世间，成思无边诸佛海，是故一切如穿物，闲来供养世所尊。这首偈与前面的长行都是教导我们要广修供养啊。祝福如来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妄劫在世间呢，这是说事先做佛之前啊，做了佛之后了，果报现前嘛。佛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，我们称他为二足尊呐。在常常念三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佛二足尊。足就是满足、圆满的意思，智慧、福德两种圆满。这两种圆满怎么来的呢？当然有因有缘。因呢是自信本具，所以因有了。我们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福德，这是真因呢。因不在外头啊，可是久远界以来啊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于是自信里面智慧的能不能够现前啊，我们变成没有智慧没有福报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好好的修行，也就是说我们以修德开发我们的性德，修德是缘啊，我们的因有了缘了，果报自然就现前了，果报不可思议，因跟缘都不可思议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。修学的方法呢，就在第二句啊。这首偈的中心呢，是在第二句：“沉思无边诸佛海啊。”啊，这一句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。广修供养诸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还是比喻，太广太大了啊，这个境界广大到没有边际。我们要知道尘世供养啊，对于过去现在诸佛如何尘世供养呢？
普贤菩萨教给我们。最重要的儒教修行供养，也就是唐朝时候善导大师教导我们，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学习把它做到，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遵守，不会也去违反。这就是对于过去佛的供养，对于现代诸佛的供养。过去现在诸佛真的是千叮咛啊，万嘱咐啊，嘱咐我们一句话，对于一切经教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是真供养啊，圆满的供养啊，究竟的供养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要把佛在经教里面讲的这些道理落实，变成我们自己对于宇宙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思想见解。把经教里面的教诲落实变成我们自己生活行为，这是供养诸佛。诸佛里面还有未来佛，这非常重要。未来佛在哪里呢？一切众生就是未来佛，不仅仅是一切人呐、这个众生是讲九法界众生啊，九法界里面菩萨声闻缘觉啊，诸天修罗啊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人在内，还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些通通都是未来佛。不但包括这有情众生，还有无情众生。啊，无情众生是什么呢？山河大地。树木花草啊，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由此可知哪一法不是诸佛如来的。情与无情全是未来佛，这个道理深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啊，一般大乘经啊只讲到有情众生啊，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既有佛性啊皆当作佛。啊，这一部经跟圆觉经里头尤其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这是从佛性上说的，
从法性上说的，要是包括无情众生，是从法性上说的。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对于三世诸佛要知道如何去供养，真正供养过去现在诸佛，给诸位说未来一切诸佛了，也就通通供养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做出佛弟子最好的形象啊，这个形象呢决定能够感化一切众生，那这就是供养众生啊，供养未来佛啊。具体的纲领，佛要我们做出孝亲尊师啊，忠君爱国，叫我们遵守伦理道德，以四十六度臣事未来的一切祝福，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地位，都要做好学生、好子弟，想看一切众生。佛在戒经里面说得很明白啊，一切众生呢，皆是我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我们以孝顺心恭敬心去修尘世供养，自己觉悟了，在供养方式上有千差万别啊，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随心印量啊，你要做到恰到好处啊。啊，要让自他都得真实利益，决定不起副作用，不会产生反效果，这叫正法。啊，正法如果产生反效果，就变成邪法了。古德所谓的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不能不知道啊！但是慈悲方便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大根大本，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
但是用得不恰当，就变成祸害，就变成下流，变成堕落了。所以要用得很恰当啊！啊，你看东方持国天王为我们显示这个形象。啊，持国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了。啊，叫我们看这个形象啊，琵琶弦乐器，这个弦要调到恰到好处，音色就没了，松了音色就不好了，紧了它就断掉了。啊，一定要调到恰好，就是慈悲跟方便呢要用到恰到好处，啊，不过不及，啊，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到，这个就是智慧，啊，这就是艺术。首先你要会用在家里头，啊，你一家都相处不好，啊，你就不能学佛了。啊，学佛自己本身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。啊，刚才我说过了，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？譬如我现在呢，这是个出家身份，我在所有出家身份大众当中要做出最好的榜样，啊，我的行业是什么呢？这个要知道，出家人的行业是干什么的，啊，多元文化的义务教学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，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言语来看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这个事业，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他从事这个事业，啊，他非常敬业，很认真努力去做，49年没有休假了，天天干了，为广大社会大众讲学授课，一天8个小时，49年不休息，这种敬业的精神一般人做不到啊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。而且更难得的，他是一个义务的工作者，他不求报酬，不要学生交学费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，啊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只要你愿意来，一律都非常欢迎。啊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啊！社会教育啊，他所在之处啊，就是讲堂啊，就是道场啊。非常乐意给大家讲学授课，解答
一切众生的疑惑。教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教学的中心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教学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你想想看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我们追随释迦牟尼佛，效法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我们继承了，我们担当起来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工作这个事业做好，我们才对得起本师释迦牟尼佛啊。所以要晓得我是什么身份，我是干哪一行的啊。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清楚，要在本行里面做出最好的模范啊，要把佛陀教诲落实在自己身份、自己行业、自己生活环境当中啊，你会得大自在啊，你会得大安乐啊。天天在修福，天天在造福，在培福，你的福慧当然增长啊，你的事业自然蒸蒸日上啊，这肯定的啊。学佛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呢，那你所作所为决定是违反了佛陀的教训，你一定违反了啊。一般人所讲的阳奉阴违，表面上学的好像很认真，实际上啊，你的思想言行跟经典的教训呢是相违背的，那你所得的果报啊，当然是负面的。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头说得很详细啊。啊，真正学佛依教奉行，你所得的果报啊，自自然然是吉祥邪偶啊。啊，邪偶是汉朝时候说的话。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万事如意，事事如意。啊，所以头一个，自身要做好。啊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当然过失不能避免。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批评的人很多。啊，有人是有意批评，有人是无意的批评，我们都要能接受，把它当作一面镜子，认真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与人争论啊。谢心大本源呢、啊？本源是真如本性啊！啊，把所有一切妄念呢放下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在这个世间完全
随顺，啊，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你的生活就过得非常自在。啊，前世修的福报，随顺福报；前世没有修福报，现在生活比较清苦，我随顺清苦。颜回能随顺清苦的物质生活，精神生活充沛呀！啊，一天到晚在在处处，他真快乐。我们佛法讲的法喜充满，啊，儒家讲的不亦乐乎啊！啊，那么现在要说到如何具体去落实呢？佛给我们讲的四摄法好啊！啊，四摄头一个布施。普贤菩萨讲的供养，啊，布施跟供养在事是完全相同，用心不一样。啊，布施用沉浸之心，就是供养。啊，如果布施很真诚、很恭敬，那叫布施。首先要落实在你家里啊！啊，我们要把在佛教里的所学的要落实。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诚心诚意照顾你的家人。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德能，为家人造福啊！啊，你造作一切营生事业，啊，赚钱养家，这就是布施供养啊！你如果看到你家里头每一个人啊，父母兄弟儿女，你把他们都看作是诸佛如来未来佛，恭敬心那照顾就很周到了。你对每一个人都有敬意，敬意表达的方式当然不一样，啊，对父母的表达跟对兄弟的表达跟对儿女表达不一样，你要懂得分寸，啊，那就叫中道，啊，心完全是相同，真诚的恭敬，表达不相同，啊，表达的方式呢要如礼，礼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啊，日常生活的规矩啊，在佛法里面呢就是戒律啊，威仪。威仪里面说的很详细，啊，对长辈是什么样的态度，对平辈、对晚辈，啊，佛法里头也讲啊。
一定是合情合理。啊，如果是出门，啊，像现在，不管是公务是私人公司，啊，政府机构，常常有出差啊。出差到外地回来了，总得在当地买一点土产带回来供养你的家人，一家人欢喜啊。现在这个机会很多，家里面的庆典哪一个过生日了年节了，总都送一点小礼物，不能缺少情就厚了，这叫恩义。人与人之间总得要记住道义、仁义、情义、恩义，常常记住，与一切人交往都能够落实，你在这个世界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会有回报的，一切人都欢喜你啊！连鬼神冥冥当中都要加持你，欢喜你吗？帮助你吗？给你做增上缘啊，促成你的好事啊！家庭之外，在你工作的岗位上，无论是公家的机构或者是私人的公司啊，那想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啊？老板的身份对你所有的员工就像家庭一样啊，年岁比我大的啊，中国古礼，大我十岁的看作大哥，大我二十岁的就要看作长辈，跟我父亲是同辈分的啊，比我小的这是弟妹啊，小的这个年龄小的相差二十岁的，那就看作自己的子弟儿女你能用这样的心，真诚心看待你这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，你的整个公司员工必定对你效忠。为什么呢？人有感情的所以你要会布施，你要常常关怀他四身法第二条爱语。爱语是关怀第三条力行，一切作为决定对大众都有利益，我们以身作则了，来做个示范了。第四个同事我跟你同样来工作，带头干，
佛法跟世法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教学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菩萨了。如果真正是菩萨佛教家庭，啊，每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，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啊，这个时候你看一般宗教大家在一块祈祷啊，而佛教呢，我们不必用宗教的形式啊，最好这是讲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要对峙啊，这个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染污啊，选择经典或者是圣贤的一几句话啊，大家聚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把这几句话念一遍，做简单的解释，然后大家再吃饭。就是每一天呢，这个时间不长，上五分钟的课，啊，时间不超过五分钟，啊，读一段经文，读一段古圣先贤的教训，啊，你这样做，你家庭的子弟天天在受熏习，不容易学坏呀。公司行号里头，你要是老板，你带着员工啊，每天在上班工作之前受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啊，我们佛门里面讲开示啊。啊，现在你看精神讲话啊，每一天选一小段啊，选古圣先贤的东西。佛教是多元文化了啊，所以我们选择，因为你个公司里头的员工不一定都是佛教徒，可能也有基督教徒，可能也有其他的宗教徒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选择这个经文读讲解，可以选佛经，可以选儒家的，可以选道家的，可以选基督教圣经，可以选伊斯兰的古兰经，都是劝人学好啊，劝人向善啊。我相信你的员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会更卖力，你这个公司跟别人公司不一样，你这个公司里头有道有德啊，机关里面啊，它有制度，如果能用一些善巧方便，天天帮助大众啊，破迷开悟啊，给一些大众啊一些精神上的食粮，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这是尘世无边诸佛海啊，我讲的呢真是就是点到为止啊，提醒大家这个事情无论在哪里都要做，要很认真努力的去做啊，给一切众生时时刻刻
广结善缘，啊，以善法布施供养大众，啊，用爱与利心同事。这是诸佛如来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是这样做的，所以他得的果报，后面两句是果报，果报不可思议，是故一切如传物啊。那个一切什么？一切好事，一切好人啊。传物是什么呢？物是乱跑快跑，川是河流啊，这两个字是形容，就像长江黄河一样啊，不停地奔向大海啊，啊，就是一切好人好事都向你来了啊，你像大海一样啊，这个江河通通都奔过来了，先来供养世俗尊，这回报啊！啊，为什么诸佛如来这么多人来供养他？啊，来礼敬他？过去生中修的因呢、啊，修的太多太厚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在这个社会上常讲的，哎，某人做事贵人很多。很多人都乐意帮忙你，你修的因好啊。我们要想到处都有贵人啊，贵人很多都热心的来帮助我们，你把这一手技学会了，你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能够做到家庭美满，事业如意啊，事事如意，不管你干哪一行啊，你都会做得非常快乐，非常幸福啊，你的事业蒸蒸日上。再看底下一首，第八首，如来出现遍十方啊，夜夜尘中无量土啊，其中境界皆无量，协助无边无尽界。我们在长行第八句里面看到是普清净无尽福微光菩萨，啊，那么他得到的法门是畜生一切神变广大加持啊，清凉大师讲啊，都是诸佛如来的加持啊。啊，那么在偈子里面，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啊，如来出现遍十方啊，夜夜尘中无量土啊，这个土是诸佛刹土啊。夜夜尘中，尘是依报里头最小的，无量刹土是依报里面最大的，小里面现大，这是四四无碍的境界。啊，小里头显大。啊，其中境界皆无量。啊，我们要记住前面。夜夜尘中无量土。就是常说的芥子那须弥啊，一毛端上转大法轮，意思
跟这个完全相同。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性体不可思议，性相不可思议，性德不可思议。这个德是讲它的作用，所以普贤菩萨总说啊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是得大自在啊！啊，不思议解脱境界就在我们先前啊，不是说离开我们境界别有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法子契入呢？不但没有法子契入，连这个境界我们一丝毫印象都没有，一丝毫感触都没有，这什么原因？啊，佛家的术语就是说，你业障太重了。啊，前面一首偈，我讲的。如果诸位能真正能学到，落实在自己生活事业当中，这是信德大海里头的一滴。啊，你就一生啊，过着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啊，这信德里头的一滴呀，就起这么大的作用。这个地方是契入佛的境界了，那我们没法子想象啊。但是佛在经上的话我们要相信，这个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怎么学法呢？从这一首偈子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应当拓开心量，应当放下分别执着啊，妄想暂时我们不谈。为什么呢？那太深了，太高了，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。我们现前只要分别越少越好，执着越少越好啊，最好啊能做到不执着啊，真做到不执着啊，你才能恒顺众生。我自己没有意见，真正做一个领导人要这样子啊。啊，你看过去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啊，举出古时候这些帝王国家领导人啊，他常说啊，国家领导人要什么呢？要有权，不要有能，有能就坏了啊。下面用的人呢要有能啊，他们没有权啊，所以国家领导人处理事情呢，自己没有意见，听大家的意见，最后他来裁决。每一个人都欢喜啊，提供意见呢、啊，集中啊
大众的智慧。如果你这个领导人自己以为有能，在你面前谁都不敢讲话，你所用的人是奴才，遇到什么没有人敢给你出主意，你自己会累死啊。家庭、公司行号、大小机构，无不如是啊！好的领导人，听别人意见，听部下的意见啊！你有智慧，来采取啊！这个意见好，马上运用啊！意见很好啊，还需要补充，看别人有补充，用它。绝不用自己的，为什么呢？给你部下是莫大的鼓励呀！啊，我这个领导人好，我这个长官好，啊，接纳的这是真正领导人，啊，自己有好的主意都不说，听大家的，大家听，哎，你这个好，跟我虽然是一样的时候，好。啊，或者是还不如我的，但是可以采用，没有问题，我都尊重你。啊，人人都愿意替你贡献呢智慧，贡献策略。得有这种心量才行啊。啊，这就会用人了嘛，人尽其才啊，物尽其用啊，这才是真正成功的领导人啊。领导人对他们的施恩，就是不断提供他们精神粮食。在过去，他们自己会读书，啊，会选择。从前都是读圣贤书的嘛。今天的社会的是，把圣贤书已经废弃掉了。所以，真正好的领导人呢，能在这上面提供一些无量无边的恩德了。方法太多，不胜枚举啊！啊，提出一条两条，就要能够啊举一反三的闻一知十，就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布施决定不吃亏啊！世间人念念怕吃亏呀，结果吃了大亏啊！不懂得古人常讲的“吃亏是福”，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懂得的人太少了啊！从前人确实是难得，多少都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虽然没读书不认识字，他明理啊，这个明理学他有智慧啊，他没有聪明，他有智慧。啊，现在的人不行了，现在人有聪明，没有智慧，不明理。
形成了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啊，结果是一败涂地。来生后世不堪设想啊！我们总算是有福报啊，在这个时代还能够学习大乘里面最殊胜的第一法门呐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所以我们晓得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境界都是诸佛出现的啊，出是出生，现是实现啊。现在科学家不是研究这宇宙从哪来的啊，怎么形成的？佛法的答复就是如来出现，四个字就解决了。而且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这个境界无量无边，协助无量无边界。住无量无边界，这个意思诸位要晓得。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，住而无住，无住而住，住跟无住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很深很深啊，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真正明了了，你心里的所有一切疑惑都放下了啊，智慧开解了啊！啊，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